只是我和陈莹莹女士提前到了酒店。由于我个人的疏忽，不懂避嫌，缺乏作为已婚男士的觉悟，没有妥善处理好和太太以外的异性共处一室的情况。睡了啊，睡了一夜，睡了一天。请大家一定要相信莹莹，她还很年轻。你真的知道错了，她向我表示，想要向大家跪拜道歉。